产品今天呢，这两天可以说是超受欢迎。一年一度的化妆品展呢，昨天一开幕，因为呢下杀一折太多 HO 康了，昨天一天呢就涌进了12000人。有的女生呢，这个是趁着午休的时间呢，赶快跑去抢。那么还有南部的学生包车上台北来抢。每个人手举得高高的，300元的沙龙级护发赠品大方送。你推我挤，一年一度的化妆品展，民众为了抢赠品，同学情也顾不得了。为什么抢那么激烈？因为大家都要啊。大家都要，你就觉得非要不可就对了。对。这原本大概多少钱？1000多块。所以现在拿到不用钱。对。1000元等级的赠品装进纸袋里，参展厂商都很大手笔。像是这台原价5900元的秀眉机，限时特价只要1块钱。不民众要是买回去，还是得请专业人员才能秀出好眉形。具有比较高的专业度的话，当然他们去操作是没有问题。那么锁定的对象不是一般民众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专业的这些美容师们。还有台湾烟酒公司也首度推出保养品，原价1080的体验组化妆水、精华液、日夜乳霜通通有，现在只卖你99。我听到台湾烟酒，你就会觉得说比较安心，因为毕竟它是老牌子，就算它出新的东西，你也会觉得说 OK， 那我可以试试看。拼命结账，拼命挑，一上午化妆品展就挤进5000位民众参观，爱美又想捡便宜的民众大概不会错过这里。中央新闻张品红、方九台北采访的。